なんだこれ。座って滑るの。危ない、やめて、这危险，不要这样。ダメ、我打これダメ。不能这样子滑，嗯。これはOK、はい。哇哦，すごいな！怖い？怕不怕呀？不怕。不怕呀？再来一次。哎，我等你今天防晒霜，防晒霜涂了没有？防晒霜涂了吗？涂了。没有，谁给你涂的防晒霜？我等你干什么呀？用狗屎了，在便便啊？他捉迷藏，我给他在拉大便呢。嗯，这捉迷藏是拉便便啊？うわ、うんこしてる？プー？プー？プーしてる？あ、ここにいた。リオどこ？リオ在哪里や？うわ、リオここにいたや。リオ。どうぞ。ほら、回家だ。现在三月呢，四月份这樱花是四月份开，但还没一个樱花都还没一个，苞蕾都还没出来呢。四月份这个公园有好多樱花，我们四月份再过来拍拍樱花的这种壮观的景色。现在还是冬天的这种落叶的枯叶的感觉，你看这一整排都是枯的感觉。但是到了春天樱花开的话，这一排就非常漂亮。都是樱花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去参加一个 party， 家庭 party， 就是幼儿园的，就是幼儿的家长他们集中在一起。我们今天就是参加个幼儿园家长集中在一起商量一下，怎么给老师做一个 surprise， 然后送一些礼物给家长的时候，我们要继续商量一下。他们都是妈妈来的，我们呢就拿个爸爸去，因为他们这些事情一般都是妈妈来做的。爸爸
我们现在有两个爸爸，我们两个，哎呀，好嘞，走，来，今天就两个，其实两个男的就是我们。不过他们都知道我们是 LGBT 家庭的，所以说对我们都非常理解。我们是在这个现在我们现有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，对我们来说 ，LGBT 是一点怎么讲，一点担忧的都没，一点都不担忧了。这就是跟一般家庭一样的，这环境来说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。非常感谢我们生活在这个好的时代，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，没有歧视，非常好。哎哎，你这么大个缸子拉回家，放在哪里啊？放下来。你准备放哪里？牙没带回来。没得开了呢。没得开了。嗯？我买国民要给你，你是什么收垃圾的人呢？什么东西都往回家拉，你就是家里城里的那个垃圾场。还不耐油过来，金箍棒了，孙悟空的金箍棒，嗯，快点走吧，快点走，我们拿回家了，快点回家。这里拿了一个人。阿朵，爸爸是这里。你呀，这边阿爸了。啊？你这边不，我俩手臂的来。啊，手里俩手臂都不在那，嗯，这不是我玩玩具，爸爸给你扔，给你扔掉啊。我俩我手都。啊，手不？扔掉，爸爸给你扔掉。不要。B 讲了不。不要。不要 ，B 要了嘛？你怎么 B 要的？对吗？不要。だからこれしたら怒るから、当たらない。みんな怒るから。嗯，不能把这个影响到别人，不能放到别人家的这个东西上，不能碰到别人家的东西，是吧？你这什么小乞丐回来了？嗯，你这我，小乞丐是吧？乞丐回来了，乞丐东西把那个垃圾到处藏。嗯，你把这个塞到这个洞里，这什么意思？我哥，我一刀哥，小乞丐回来了。宝宝鸡。对，哎呀，它那个在长长出花，哎呀，哎呀，开花了，你看，看你的脖子，我看看。哇，晒得这么红，阿盖那。把裤子脱掉。嗯，换了，哎，多走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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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回家。